臭豆腐。哦，我不是臭豆腐。啊，我有一片臭豆腐。好，内用。不是。
酥酥酥酥酥酥的，那个火锅。爸爸，你进来了。哎，箱子有还要吗？不用餐具。箱子在这儿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对了，你下次煮拿点辣酱给你煮。干什么辣的？小辣蒜汁多一点。好，你是帮里面的，好好，来算一下。我说，你老婆那个菜是怎样的？你说要不要辣？不要辣。好，我再说不要辣。要不那个是你要的啊？没有，要你外带。对，要带走的。来。来了，客人来了。我们好吃啊！